你要走了。不行，再不睡危险了。是你危险还是我危险？妈妈没有告诉你，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吗？当然是你危险了。你一个女孩子，这深夜孤男寡女的，万一我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……哎呀，你什么都不做才对不起我。小柔，我们不能这……不能怎么样？不能这样。这样怎么了？你再这样，我就……